凯莉老师的课堂，她是我妈妈。皮克，她是谁？她是我妹妹。她是谁？她是我爸爸。她是谁？她是我妈妈。她是谁？她是我朋友。凯莉老师的课堂，33，这是她的书。这是谁的漫画书？这是莎莉的漫画书。这是谁的诗？这是他的诗。这是谁的诗？这是明宇的诗。这是谁的电脑游戏？这是我的电脑游戏。凯莉老师的课堂，你喜欢莎拉吗？妈妈，我们饿了。你喜欢鸡肉吗？我喜欢鸡肉。我喜欢沙拉。你喜欢沙拉吗？我不喜欢沙拉。我喜欢汤。我喜欢面包。你喜欢面包吗？我不喜欢面包。我喜欢米饭。我喜欢面条。你喜欢面条吗？我喜欢面条。我也喜欢面条。我们想吃面条。耶！